多谢天父的大恩，多谢天父的大恩大爱。多谢耶稣，欢迎耶稣，多谢耶稣，欢迎你，欢迎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我们就是想赞美你，感谢你，欢喜你，尊崇神的名。神的名是至高的，是至伟大的，神是最慈爱，神的爱是够我们用的。多谢天父，我只想去赞美你。Thank you.
生命之中呢，所有嘢呢都係你賜予。無論我哋覺得嗰樣嘢好，或者我哋覺得唔好，但係嗰樣嘢，所有嘢都係你賜予我哋，為要成就更好嘅我哋。嚟啦，大家，我哋而家有一段少少嘅時間，用我心去感謝神。你又可以細細聲講出。
切，我哋有嘅一切都係從你而嚟嘅。我哋所有一切都唔係我哋應當一定得到嘅，係你賜俾我哋嘅。主耶穌，我哋多謝你。耶穌，願你降臨停留喺我哋嘅心中，願你臨在我哋身上，與我哋同在。耶稣，愿你降临。耶稣，愿你降临，停留我的心中，为你几多欢迎，来居住我心。这心中的家，你可信念，与我身上做一切你爱的事，将我耶稣来。宝贵。
我哋唔係高人，我哋係被你珍重嘅。主要喺我哋咧行嘅每一步嘅時候，起初我哋可能係兜兜轉轉、尋尋覓覓，但係當我哋越有個渴望，渴望你嘅時候，發現你越來越真實嘅。喺每一日當中，如果你細心發現，我哋必能夠找到你同我哋同在嘅印嘅。每一日。常常都在我们心中，在我们身旁带领我们每一人，甚至是每一刻。感谢你，多谢天父，多谢主耶稣，神你真美善啊。赞美天父。